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双溪呀，第七届百期续念护国奇哉法会，第36个期的第八天，也是新加坡国际多元文化促进会，提请啊。七月中元普渡啊，随错斋主啊，那个第二天，那么也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往生啊二期的第六天啊，非常感恩大家啊来参与啊护国奇哉法会中元普渡啊，以及给我们净老和尚啊。做二期啊，这个系列，我们老上的因缘啊，他往生在台南啊，那么他老人家生前讲啊，他从大陆到台湾来啊，从高雄港下船，那么第一个就到台南啊。火车站旁边啊，以前日本留下来一个营区啊，住在那里啊，所以他到台湾来啊，第一个就住在台南。他现在往生啊，也是在台南啊。那这个他老人家的因缘呐啊，所以大家呢节哀念佛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一生弘扬净土，那么他老人家往生净土啊，这个是毫无疑问，这个我们大家呢啊，必定要深信不疑啊，要深信不疑啊。最重要的啊，是他老人家在世啊讲经说法的教导啊，我们要。能够理解啊，能够去依教奉行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那么其他呢，是其次的啊，其他其次的啊。当然啊，他老人家过世了啊，我们大家总是表示啊哀悼、哀悼啊不舍啊，这是人之常情啊。但是呢，人有生必有死。佛陀世界在世间以为世间般涅槃啊，所以这是我们人生的常态啊，我们也要以平常心啊来面对，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生老病死。那么最重要的啊，就是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呐，啊念佛啊求生西方啊，这个才是啊最重要的。所以我们道上。生平的开示啊，现在呢，网络上啊，也都有揭露啊，这个重点开示精华的部分。啊，昨天我也看到一个简短的开示啊，这个大概六分钟的啊，那么这个开示的标题啊，啊，其实我们老和尚平常讲经的时候就讲了，也常常讲啊，那么他讲啊。如果想我啊，你就念阿弥。为什么呢？因为他老人家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的，那你想要见他呢？我们要念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那就见到了嘛。所以，他老人家开示啊，想我就念阿弥陀佛啊，这样就对了啊。所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其他呢？就不重要了啊。其他的就是我们大家呢随缘啊，这个来为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念佛啊做法会啊，这是我们现前呐、大家呢同共发心呐、也是我们自修啊，也是我们自修啊，像百期系列呐、是我们净老和尚开示啊。劝我们要做百期系列护国奇哉法会啊，因为现在灾难很多，天灾人祸啊，
不断的发生，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所以他老人家呢，非常的慈悲啊，劝我们大家呢，做这个百济系列呢、啊，来护国息灾，减轻灾难。那么也是刚好啊啊，他老人家劝我们做七个百期啊，现在是第七个百期，第36个期啊，这个是36个期圆满了啊，今天开始的第37个期了啊，那也是在这个百期啊第七个期当中圆满啊，这个时候他老人家往生了啊，那这个也是一个圆满的啊这个归宿了啊，所以大家呢啊还是一心念佛啊，求生西方啊，这个才符合他老家平常的教导啊。那当然啊，多少啊有一些哀伤啊，这个是人之常情啊。不过呢，还是要节哀念佛啊，这个为最重要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啊，这个百济系列中原普渡啊，给我们老上啊做二期啊，大家自心诵经念佛啊，来回向啊。那么我们将来啊，都会到极乐世界啊，跟我们老上见面。那么现前呢、啊，也会得到十方诸佛以及我们老上在极乐世界长极光净土当中给我们的加持，大家必定福慧增长。六十吉祥，身心安康，啊，阖家平安。好，我们现在就开始五供，阿弥陀佛。